请看下面。第二十三，一时普供诸佛愿，舍我得佛，国中菩萨成佛归神力，供养诸佛，一念之情，不能遍至无数无量意，那由他诸佛国者不取正觉。啊，如果我成佛的时候往生到我刹土当中的菩萨，能够养成阿弥陀佛威神力量的加持，供养他方无量微尘数的诸佛，就在一时一顿饭的这样的时间之内，就能够同时分身遍至无量无数亿亿的诸佛刹中。如果这一愿不能实现的话，就不取正觉。啊，这一愿是来自法藏菩萨在因地考察呀，有很多啊他方世界的菩萨，他很希望供养诸佛，因为他深知佛是无上福田呢，能够供到佛啊，这个福就修得大了啊，有福就会开发智慧了啊。所以佛陀在世的时候，有很多大富长子、国王大臣，那是都来供佛呀啊，跟到后面来供佛呀啊，供佛都没有机会呀，都要排长队呀啊，那个约好时间呢啊，佛是无上福田。但是有时候自己的福报很浅呢，遇到佛想供养金银七宝、各种啊床环饮食，有时候没有能力啊，所以就心生懊恼啊啊，心生懊恼。法藏菩萨啊就很悲悯呢，说加持以后到我刹土当中的菩萨啊，他们我要把我的福德全都给我的刹土的菩萨啊，让他能够任运的啊，如意的啊，想供养多少佛都有供具啊。那么这一愿还包含着什么呢？要加持他到多么遥远的地方他都能去得了啊，而且是同时态，就在一时能够分身无量的身去。如果他不能分身，哎，刚到了东面的哪个佛刹，然后我还要再抽点时间到西边的某个佛刹、南边的某个佛刹，他都不完满，是要一时普遍供养诸佛啊。这种啊神通道力啊，就是不可思议的啊，不可思议。好，我们请看下面第二十四，供具自皆如意愿，舍我得佛，国中菩萨在诸佛前
现其德本，主属求欲，供养之具。若不如意者，不取正觉。如果我成佛的时候，我刹中的菩萨啊，在他方诸佛的座前啊，法会的座前，能够彰显出其功德之本啊，愿意供养诸佛的种种供具，像花香、床幡、祭月啊、宝衣啊，都能够应念而至啊，念头一动就在手中。如果这一愿不能实现的话，就不取正觉。菩萨的常规，去见佛都要供养，啊，对法的恭敬，啊，最大的供养，也许是来自一个破我执，啊，在《大智度论》里面讲这个。常提菩萨啊，为了去求般若波罗蜜啊，他为什么叫常提呢？就是他常常就在一个求佛法呀，觉得没地方可求啊，所以他就常常痛哭啊，啊，一哭一祈求，哎，听到虚空当中佛告诉他啊，你要到哪里去，哪个地方有佛法，哪谁是你的善知识啊，当时就告诉他有一个啊，这个有一尊菩萨啊，沙波罗伦啊菩萨，你去求他的这个般若法。他去求的时候，他想到，哎呀，我要供具呀，但是他没有钱，没有钱怎么办呢？他就准备卖身，啊，卖身，所以他在市面上就说，谁要卖身，我把身体卖给你。但是当时的魔啊，就阻碍他，他所呼喊的卖自己身体的声音，所有人都听不到。啊，这位常提菩萨就显得更那个，自己想得点钱，啊，都没有办法。啊，这时候这个魔为了考验他呀，啊，就变成那个婆罗门，说你如果要卖的话，我看看，我想要骨髓，啊，骨髓，哎，这个。常提菩萨听有人卖就很欢喜，你要什么就给你什么，就用尖刀啊，就这个挖开皮肉就挖骨髓。这一幕啊，正好被一个大富长者的女儿看到了。哎，她看到这个光天化日之下出现这一幕，这怎么行呢？赶紧跑下来问她为什么卖身，啊，结果这个常提菩萨就把自己要供具呀，求法的心说出来，啊，那么这个大富长者也很有善根，说你既然是求般若法，我来帮助你，所以他请求他的父母，给了500辆车的金银财宝，啊，做供具去供养。那么这个常提菩萨到达之后，把所有的珍宝供养了，而且说我的身也供养给菩萨，啊。那么这个长者女，她的500侍女也都表示供养菩萨，
那么这位沙婆罗伦菩萨在讲经讲了一个阶段之后，又到净室里面去静坐了7年。那么长提菩萨就在外面呢，经行了7年，不敢坐下来为众法故，结果这位讲法的菩萨要出来的时候，他要打扫道场啊，就准备用水来洒净。结果这个魔又在捣乱，让所有的地方没有水，没有水，这个长提菩萨就割自己的血呀，流自的血来洒地，洒地，所以你看这个古人求法这种供养，它是通过这种供养，实在是一种无我的精神。那么我们本有的佛性般若为什么不能现前？就是有我执嘛，把我执一除掉了，一听法，他当下就得到大的利益了，大的利益。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往生西方净土的菩萨，他知道供养诸佛的重要性。普贤的十大愿望有一条就是广修供养，用最精美的去供养。那么阿弥陀佛是要帮助国中的菩萨来完成广修供养、种植无上福田的这样的心愿，所以我们从上面一愿知道能够加持他到无量遥远的地方供佛，还有的是真的是太遥远了，这个净土的菩萨去不了，有些小菩萨去不了，去不了怎么办呢？阿弥陀佛就考虑得很周到，因为他有供佛的愿望嘛，一定要让他满足，不能让他升起心里懊恼的心，所以他就加持其他的他方世界遥远的佛，伸手到西方极乐世界来接他的供具，他还有这一愿接他供具，让他感到欢喜，佛还是接受了我的，尽管我去不了那么遥远的地方，但是佛还能够接纳，但有些净土的菩萨觉得这样，他一想也不对呀，我要供养诸佛，还让佛伸出这么长的手过来，这个让给佛添麻烦，这也不好啊，心里还不安，心里不安呢，阿弥陀佛还有一个加持，你如果有这个想法的话，也不要紧，阿弥陀佛加持这个他想供的供具，自然而然的到要供养的那个刹土的佛的座前去。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阿弥陀佛的每一愿呢，它都是顺应着众生的心愿来加以加持的，而且其目的是让他圆满菩萨行，快速的破烦恼，求证佛性。所以我们就能了解这个从前面，无论是我们往生西方净土，还是在西方净土进一步修行，最终圆成佛果，整个的过程都是阿弥陀佛慈悲愿力的加持。我们是离不开佛的加持的，所以在华严会上，登地菩萨都不离念佛、不离念法、不离念僧。那么在这种弥陀的加持之下，他这个菩萨的修行就作用很大，圆满普贤的这个十大愿望，这是广修供养的其中一种，从西方极乐世界来到这个世间来做这种修行的，这是属于在回向里面作为还向回向，还向，因为我们念佛
修行净业三福持戒，这些是为了求往生，这个往生属于往向前往西方极乐世界的。然后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他要有具有着像弥陀那样的悲心，而且他要快速成佛，也要积累他自利利他菩萨行持的圆满，所以他必须要实现一个还向，就是还回来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啊。那么这几愿实际上都是指出一个还向回向的净土菩萨的修行啊。那么在还向的这样的过程当中啊，弥陀愿力的加持是非常重要的啊。在我们持土啊，有一本书叫《西方缺子》啊，《西方缺子》里面，他在传达的一个很有启发的信息，就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这些菩萨，他以后是怎么样不断的回到这个世间的啊。在明末的时候，有八个修外道的人，修道家炼丹的，他们喜欢扶暖呢，扶疾啊，招什么仙到这个来问世的啊。结果有一天有一个啊自称是什么仙的是过来了，解答他们炼丹过程当中的一切问题啊。然后再讲一讲以后呢，让这些八个人对这个灵坛的这个啊祭坛的这个仙人产生信心之后，哎，这个仙人就开始跟他讲念佛法，劝他们念佛啊。哎，讲了很多道理啊，而且指出哪个人应该出家，哪个人应该在家里修，哪个人不要再修丹做手撕鬼，给他们慢慢子全都引到了念佛的道路上啊。这样的一个开示，开示了八次之多，所以就把这些开示的语言记录下来了啊。当时记录下来，这八个人其中之一还就请教佛门高僧三昧和尚律宗的大德。三昧和尚开始一听，以为这些都是旁门左道啊，都不屑一顾啊。结果再一看这些内容，包括这个以后，这个仙人就告诉了真相了，说他不是什么仙了，是从西方极乐世界过来的觉明妙行菩萨，是怜悯你们修外道邪术啊，来给你们教化的啊。那么觉明妙行菩萨讲他的来历，在近代的时候，他曾经是一个贫子生，就是很贫穷的人，感觉到人生很苦，听闻到念佛法门，他就把生命做了个赌注，闭关念了7天7夜，不吃不喝不睡啊。但大家听到这个不要随便学了啊。啊，然后证到了念佛三昧，见到了阿弥陀佛啊，受记往生，所以他是75岁往生的。往生之后，他就啊，由于跟我们持土的众生的因缘呢，就不断的示现到这个世界上来，做过国王，做过比丘，做过比丘尼，啊，甚至做过屠夫，做过官妓，啊，那么这一世跟这八个人是在这个。他做比丘的那一世，这八个人是他的弟子，但是这八个人还是没有解决问题，不断的轮转，所以怜悯他故，又这次灵坛能教化他们念佛求往生啊，唯一正确的道路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些西方的菩萨就在这样不断的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过程当中，来圆满他的普贤的十大愿望啊。这个过程里面啊，
阿弥陀佛的加持力啊，是非常重要的啊，非常重要的啊。由于有这样的一个加持力，我们才能够理解到念佛法门之所以能快速成佛，它来自什么啊。你看，从第十八愿来看，能够让我们十念就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他就离开了三界六道的轮转。由于离开了轮转，他当然就快速可以成佛。我们修行为什么不能很漫长，就在于不断的轮转，不断轮转啊，离开了轮转他就快了。那第一啊，再看那个啊第十一愿，你一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就是阿毗跋致，一到阿毗跋致你不会退转，不会退转直趋佛果，当然你就快了啊。再尤其看我们这个啊这个菩萨一生补处愿，你一到西方极乐世界得弥陀愿的加持，就不需要一地一地修行，一个一个台阶修行，他让你顿超他就快了啊。所以念佛法门它的圆顿快捷殊胜，是不是来自其他的，就是来自于阿弥陀佛在四十八大愿所传达的啊这样的一个悲愿啊。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下面回答大家的问题啊。昨天晚上的问题很多啊，说明大家修学佛法啊，很注意思维哈，就是。好，我们先捡这个打印好料的啊，来看。印光大师常常用取发于上，取发夫上，仅得其中，来鼓励学人精进念佛。很多人为了保险起见，便以此为根据，给自己念佛设定了较高的目标，比如要达到功夫成片，甚至事一心等。可是大师又说道，念念在净土方可往生，乃上品往生者之身份，若执定此意以自求上品，何善如此？若执定此意以教中下根人，则主人甚进不浅。何以故？以彼必以为此法太高，遂以卑劣自居，不肯修持耳。我们该如何理解，才不致偏颇？印祖这段开示是非常好的啊，因为念佛法门它是三根普披的啊，所以我们念佛是要给自己确定一个高的目标，所以我们要争取上品上升，这是没有问题的，而且上品上升是凡夫份上可以做到的事情啊。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每天要求念一万三万？为什么我们要打佛七？为什么要十天百万佛号闭关啊？乃至于更精进的修持，都是给自己啊设定一个更高的目标，向那里去走的啊。不是说我们看到今天的啊十生乃至一生就能往生，就觉得哦我大功告成了，我只要念十生就好了，其他的就不念了啊，他不是这个意思啊。但是这里确实有一点，你不能把要求上根利器的标准普遍化，
所以印祖在这里说，哎，你如果是要求上根立气的人可以，如果把这个来要求中下根基的人那就不可以了，因为中下根基人本身就很卑劣，本身觉得什么都不行，然后你把这个要求提得很高，他觉得自己更不行所以你要循循善诱所以对中下根基的人你说一定要功夫成片才怎样，他达不到怎么办呢他就没有办法。我们说这个功夫成片呢，如果我们在信愿的情况下向这个目标去走是非常好的，不是说不好但是你不能把它设定为往生的条件，它就错了往生的条件就是信愿持名，刚刚讲的自心信要欲生我国乃至十念，这是往生的最低条件，这才体现了阿弥陀佛普度一切众生的慈悲愿力然后在行门的修持方面，我们要向上面走，对自己严格要求但对自己的严格要求你不能用一个尺子来量所有的人，它是这样的净土法门本来说是万修万人去，为什么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万修一二去？寒山时得所谓口念弥陀心散乱，喊破喉咙也妄然。很多人理解成念佛如果不能消除妄想，怎么念都是白念，因此而丧失了信心。我们应如何理解才不会自误误人？净土法门是万修万人去的这是一点都不假。由于阿弥陀佛希望我们都去，若不生者不取正觉。那么你第二句话，为什么现在看的是万修一二去？你凭什么说这句话？你怎么知道万人修行只有一二去这话不能随便讲的我们无论是从海内外还是中国大陆，往生者自古到今那是太多了，就是现在也有很多往生的，乃至于平时并不怎么修行，临命终时得一个善缘，有助念团跟他助念，他往生了，这方面的例子都很多。我们大陆有些助念团，有时候他在几年的助念当中，光他那个助念团他能够有名有姓提出的都是几百人往生的所以这句话不要随便讲你可能是认为一定要这个惊天动地的瑞相，天月盈空，异香满室西方三圣光临，大家都看到莲花，看到佛光，这种人就往生了。这种人固然很好他品位很高但是你就像刚才，你不能用这个尺度来量一切人他只要平时有信愿持名，乃至一昼夜的功夫乃至十念，平时的十念能够延续下来，阿弥陀佛一定保证他往生了佛经讲如睡梦去他也是往生了是这样的道理口念弥陀心散乱，喊破喉咙也妄然，这不是寒山拾得说的，这是寒山大师说的汉山大师不是寒山拾得说的那么其实这句话是前面是讲那个没有信愿的前提之下他喊破喉咙也妄人是这样指称的如果有
都有信愿，你喊得越多越好啊，啊，他不会妄然的啊。所以我们有时候对这个出处都不了解，于是望文生义呀，啊，随便理解啊。所以这个念佛如果不能消妄想，怎么念都是白念，怎么会白念呢？我们每一生都在阿弥陀佛的心中在念呢，啊，凡其楚石大师说：“执科伐科，忧以为远呢。”这个《诗经》讲，一个人拿着斧的本子啊，斧头去伐一棵铸斧头的树，他伐这个树长短就看他的标准，他手上就有标准，啊，那么这个已经是比较亲近了，你看一眼就知道标准。那么念佛法门比这更亲、更接近了，是心是佛，是心作佛了，啊，你能念佛的心就是佛呀。啊，我们每一念都有弥陀的印呢，一呼一印是当下的。啊，可千万不要说白念了。啊，这个《法华经》说：“若人散乱心，若以塔妙真，一称南无佛，皆已成佛道。”啊，你就散乱的心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都了不起啊！迟早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像金刚种子播在我们的内心，迟早是能够生根开发结果往生的。它是这样的不可思议啊，啊！所以不要丧失信心啊，你不要因此而丧失信心，你应该因此而增加信心啊，增强信心啊，没有信心就完蛋了，没有信心啊，别说修出世间的道业，你就是在世间做一个事情啊，就是农民他要种庄稼他也得要有信心了，我这个种子春天播种下去，秋天一定要有收获，如果他对秋天有收获这点都没有信心，春天这个播下种子他是没有动力的，他不会去的，我干脆睡点懒觉了，啊，干那个东西干嘛？是，好，《弥陀要解》里说：“若支持名号，未断见思，随其或善或定，与同居土，分三倍九品。”啊。这是偶一大师把西方极乐世界分为四土，啊，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十宝庄严土、常寂光土，啊，这个分法也是天台家对十方刹土的类别来分，啊，一般的没有断烦恼的，他在凡圣同居土，啊，断见思惑的，啊，小乘行人。他在方便有余土，啊，断无明的菩萨在十宝庄严土，啊，分正常寂光土，断尽四十一品无明就是常寂光土，啊，那么一般我们现在讲三倍九品往生，都是在凡圣同居土，啊，凡圣同居土，所以这里说若支持阿弥陀佛名号，没有断见思惑。啊，如果断了见思惑，就不是凡圣同居土了，那就是方便有余土了，啊，那么随其或善或定，啊，就是他称念佛号是散乱的心，啊，是散乱的心。这个定呢，就是他通过称念佛号有一定禅定的功夫，心不离佛，佛不离心，啊，但是他的见思惑没有断，啊。功夫能够做得很绵密，不间断，啊，啊，这样的话就在同居土分三倍九品。你有功夫比较深的，你就是上品上升嘛，啊，功夫比较浅的，就是中下品嘛，啊，所以这里面为什么这个说法就很圆融？你有比较好的定功，你往生品会比较高嘛？
但你不能用往生品位比较高的作为判断他能否往生的依据。我散乱心念，我无非是品位低一点，但我也可以往生嘛，是不是这个道理啊？好，请看下面。我们在学佛的过程当中，常常遇到或听到有关伏击、附体等事例。来附体的，有的甚至自称是某某大菩萨，或者大梵天王，或者是中国的古圣先贤等，而讲述的这些事，还是某些很受人尊重、尊敬的大德，让我们觉得不能不信。西方却指幕后也有指明，伏击乃鬼神作用，物乃某人，啊，觉明妙行菩萨，以后不伏再来，汝等不得再伏击。而印光大师也曾指出，击中多系灵鬼，绝少真仙。纵是真仙，岂能超于诸佛祖祖之上？切不可以二灵居士上信机，误人何敢不信，则错之多多矣。请问我们应当如何全面正确的对待看待这类问题啊？那么这个现象可能在海内外都比较普遍了。作为一个正信的佛教徒，我们一定要远离这个伏击啊！如果你相信了这个，参与到这个，后果啊不堪设想啊！这里面假冒伪劣太多了啊！这个偶尔菩萨去一下是特殊的因缘。那是太特殊因缘，就像觉明妙行菩萨，等到这八个人产生信心，马上叫他，啊，把这个祭坛撤掉，佛法不讲这个东西。如果清净的佛法也跟这些伏击的这些东西混在一起，就，啊，乌烟瘴气了，啊，印祖那个时代，当时有一位居士，啊，那都是大居士了。啊，早年印祖都对他很赞叹，啊，以后他就滑到了伏击的道路，啊，搞得昏昏然的，啊，那么印祖都跟他断绝关系，啊，不再来往，啊，所以我们啊，应该要远离，啊，不要去沾染这些东西就好，啊，你一沾染，确实现在附体的现象。还是比较严重啊，啊，一附体那真的是很难办的，啊，很难办，这都是由自己不正念导致的，招致到身上来的，啊，所以我们老实念佛啊，老实念佛。有关卢道师三家，雍正皇帝曾讲过，你同出于一元。道本并行而不悖，是否因此而理解成三者达到的境界相同，还是说他们在觉明与海内的意义上是可以并行，没有矛盾的？卢道师三家是我们中国的啊。鼎足三立的文化，啊，实际上构成了华夏文化的一个有机的整体，啊，一种文化它的功能应该是多层次的，啊，不是单一的。这个雍正皇帝说的这个话是不错的，啊，这卢道师三家圣人他所展示的理念。啊，从它的本源上来说是相同的，其心同其理同，啊，所以这个三家的道可以并行，而不要矛盾，不要搞成水火的关系，啊，但。
但是这三者却不是说它达到的境界相同的，境界是不同，功能有差异啊。那么古德也说，一般儒家侧重在治国平天下，经邦治世啊，道家要治身啊。如果说儒家治世的话，道家治身，佛家治心啊。佛家更多的强调出世间法，当然它兼顾着世间的法啊。这就像这个三家的圣人呢，他面对众生，面对的都是病人，他需要治这些病人的病。就像一个医院，他一定有内科、有外科、有小儿科啊，分别治他相类似的病啊。所以这个内科、外科和这个儿科，它都是为了治病，而且它的治病的原理是一元的啊，但是它所针对的对象不一样。我们要这样去理解啊，佛教的境界最高啊。儒家虽然也有修心养性啊、内圣的功夫啊，但是他讲的那个明明德啊，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啊，以人道求天道，那跟那个断见思惑、断尘沙惑、断无明惑的那个佛菩萨的境界不可同日而语的啊。儒家是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的啊，因为他所针对的那个春秋战国时候的政党国的国民，他只能用那种文化去教化啊。他微言大义里面包含着一些出世间的因素，但是他没有把它展开啊。这样，所以在我们目前的这个时代，一定要把儒道啊、儒这三家文化要把它发扬光大，尤其是儒家和佛家啊，这两者把它配合起来，相得相成，一离开就互相损害了。尤其现代弘扬佛法，如果不把儒家文化弘扬出来的话，我们就没有基础啊。不弘儒就不能弘佛啊，不了解佛法也就不能很好的把握儒家啊。这两者我们都要把它发扬出来，所以它不是矛盾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啊。啊，师父，我们新加坡有好多位像徐福贤女士的那样的同修，他们经济上自立自助，身体健康，这一生唯一的希望是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我们都很想到东林寺念百万声佛号，不过又担心十天内不能完成。请问百万声佛号是否可以超过十天完成？佛号是用六字或四字来念啊。好，这位同修还很有道心啊，这个是现代的徐福贤女士了。那东林寺的十天百万佛号闭关啊，是欢迎我们新加坡的居士去参加啊。那么在这个十天当中，你不要担心完成不了，一切法由心想啊，由心想生，你只要下定决心完成，一定能完成，因为它并不是很高的标准啊。要知道东林寺参加佛号，他有的是念到了一天14万了，十天有的念了啊148万了啊，他都能念那么多，我念10万有什么关系啊？问题不大啊。但万一你念不完，尽了自己最大力量，也就功德圆满了啊，没有关系啊。
啊，那么佛号是六字还是四字，这就看哪种更摄心啊，哪种更摄心，法无定法啊。原来我在福建有一位老太太啊，有位老居士，80多岁啊，他一天真念十万声佛号，还真修实干啊，80多岁看过去像50-60岁的人，他显得很年轻。他有天跟我讲，哎呀，他说问也是问四字和六字的问题，他说他平时啊都是念四字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然后他每天早上有个现象啊，是早上2点钟的时候被佛号叫醒的，啊，被佛号叫醒，然后那个叫醒他的佛号是6个字。所以我说你这个，因为你的四字里面已经包含了你的南无嘛，所以他六字叫醒你也是理所当然的，啊啊，所以呢这个不执着，6字4字都可以啊。请问临终时念南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有什么分别？啊，这刚刚的，啊，这就是啊，你看那个临命终时，那个人他愿意听六字还是念意听四字？啊，一般在紧急关头，大家非常恳切的时候，这个念四字的啊，这个机会多一点啊，念四字也可以。如果他习惯于六字，你随顺他，不要随顺自己啊。你全心全意的按照那个病人的要求去做就可以。请问我们共修时都会有念三皈依，那可以说已经皈依三宝了吗？还是要正规的要法师印证在佛前皈依三宝才算正确呢？啊，应该要让法师在佛前来证明受戒，啊，不是你在平时念念三皈依你就完成了三皈依，啊，三皈依是作为佛教徒的一个基本的手续，就好像你在一个学校要成为一个学生，你必须要在那注册，你注册都不注册，没有领到学生证，就到处说我是某某学生的大学生，那怎么可能呢？你的注册啊，这个三皈依在佛前的三皈就是给你注册啊，所以要去受三皈依。如果你这一念求受三皈依，向僧团求受三皈依的心都没有，说明你对僧团都是轻慢了，没有恭敬心了啊，一切佛法的利益要从恭敬中求啊，啊，千里一千里地之内有寺院有法师，你都要求三皈依啊！啊，千里之外没有寺的，还有个开源允许你在佛前自是受戒，啊，所以这个要做一个啊三皈依的仪式才算正确。第一，待业往生，是否免因果报应？只要你往生了，就免了一切的因果报应，冤家债主就不能找你了，找不到你了。二，学佛前犯了邪淫罪，如婚外情，学佛后知道是犯了根本罪，如果一心向佛忏悔，还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吗？要怎样做才能免下地狱和往生呢？啊，好，这个你是学佛前犯的邪淫罪啊，说明你还没有破戒嘛，你没有受戒嘛，没有受戒就没有破一说啊。
但是这个性罪它是存在的啊，可以忏悔，这种情况下可以忏悔啊。这不是我上次讲的破根本戒的问题，因为你本身就没有啊受这个戒啊，但你受了之后你就不能去这样去做了。南无阿弥陀佛太慈悲了啊，他在下品众生啊，下品众生专门摄受破戒的人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啊。所以在一切无救的情况下，阿弥陀佛会最后一个救心啊。所以我们现在一心归投阿弥陀佛，生大惭愧大忏悔心，以后什么叫忏悔，不能再做了啊，痛改前非啊，归投弥陀愿力，就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你就没有下地狱吗？啊，唯一的一条生路，你抓住这个机会啊，要么你不能成就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你原来的婚外情啊，这个邪淫罪，它的果报就是三个道啊。这还不谈犯戒的罪，就是你自然的这个行为的因果就会三个道啊。所以赶紧啊回归啊这个阿弥陀佛的大愿传啊，这个邪淫罪的恶业巨大的石头，你放在阿弥陀佛的这条船上不会沉到江底去啊，没有这条船一定要直接到那个下啊堕落沦落的啊。好，看看还有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众生却对娑婆世界贪恋不舍，何解？哎，往生西方净土，你也不能说很容易的一件事情。这个东西非难非易呀，它也很不容易呀。你就光对娑婆世界贪恋不舍，你这点东西就很难了。啊，就像《红楼梦》那个好屌哥，人人都说神仙好，就是妻儿忘不了啊，或者就是金钱忘不了啊，他就是忘不了，放不下，没有智慧，他必然是贪恋不舍的，啊，如果能对娑婆世界能产生厌离心，不贪恋，这个人就不简单了，这就很不容易做到的事情，啊，如果能够真心厌离娑婆，心求极乐，把自己交给阿弥陀佛，他往生是很容易的。但这一点自心信要欲生我国，却不是凡夫众生很容易做得到的啊。所以不要小看了啊，我们说它是易行道，只是相对于通途的教门来说它比较容易行而已，对凡夫众生来说它是很不容易的啊。好，一位深信切愿尽行受持名念佛者，如果因为某种因素临终最后一念不是念佛，往生有望否？大家说说有没有希望啊？摇头啊。刚才讲临终接引愿啊，阿弥陀佛事先把令我们往生的方法给我们准备好了，如果要求临终这一念都在正念是在念佛上，那些昏迷的众生怎么办？那些睡梦当中的众生怎么办？难道他们都不能往生吗？
要知道，在这个最后的关头，阿弥陀佛的大悲愿力就在我们这个临终的内心最深层处当中开始运作，引导他的神思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我们不要从现象上看他这一念到底在什么地方，要站在佛的角度，他能引导我们的念头神思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因为他平时曾经深信千月乃至一昼夜的功夫，这是阿弥陀佛给我们的承诺啊，他只是要求我们因地当中有信愿持名一昼夜的功夫，并没有要求我们临命终生你必须要正念分明，他没有做这种要求啊。所以我们因地当中只要有深信千愿啊，一昼夜的功夫，你就放心大胆，一定往生，无论临命终生是什么情况也是往生啊。这是从圣言量里面推演出的必然的结论啊，它是不可思议的。好，第三，来自南阳的弟子可否到东明寺出家啊？出家需具备什么资格与条件啊？阿弥陀佛啊，首先你有这一份这一念出家的心很了不起啊，啊，向你表示赞叹啊，东林寺也是啊欢迎的啊，啊，不仅是南阳的弟子，就是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所有的弟子愿意出家，愿意到东林寺出家，我们都欢迎啊。他是什么样的资格？其实没有资格的资格，他就是信心啊。出家一定要有信心，对三宝的信心，对因果的信心啊，有这一念的信心，他才会把出家的这个障碍去掉，出家以后他才能够走完出家的道路。要么他没有信心的话就很麻烦了，他就搞得很尴尬啊，等下一旦他贸然的出家了，出家的日子你也不要把它看得什么很享受啊，出家不好过的啊，每天早上3:30起床啊，啊，冬天也一样啊，一年365天都是过着很机械的生活，古佛青灯呢，它没有丰富多彩啊，啊，这个如果你没有相当的信心，没有相当的耐住寂寞的这样的心性，这个日子很难过啊！啊，原来我们住在山上，很多比丘，哎呀，住了一段时间，他总在想个理由要下山去买点东西呀，或者感冒了去看点病呢。他为什么待得太久都不行了？赶紧要到街面上看一看呢，他平衡一下呀。啊。但是如果他有信心，他能够在寂寞当中得到充实，得到安乐，哎呀，这个出家就太愉快了，太快乐了啊。所以为什么要谈信心问题啊？信心问题，而尤其现在出家是末法时代出家，你也不要带着非常理想化的眼光来看教内啊，这个盛唐之际都是鱼龙混杂呀，更何况现代。所以出家还要抱着什么信心呢？对阿弥陀佛的信心，哪怕教内种种不如意都天天看得到，就由于我对弥陀还没有失去信心，我把出家的道路走下去。如果你要看，哎，我看到的现象怎么样来决定我是不是走下这个，那你就烦恼了，哎，怎么这个人那样啊，那个人那样啊，是吧？因为毕竟这个我们要到任何的道场都要看好的一面，你老是看阴暗的一面那就麻烦了，哎呀，他就走不下去了啊。所以这个时代出家要有很充足的心理准备啊。这个印祖在生前并不是很赞成人贸然出家，甚至很大情劝人不要出家，你就在家里好好念佛求生净土啊，
但印祖对真正有出家素质的人又非常赞叹，所以印祖提出出家的两个条件，啊，第一要发大菩提心，第二要有过人的天赋，啊，他出家真的是啊好心出家，而且有他的素质来喝淡如来家业，啊，如果搞得哎呀生活受到挫折失业了啊没饭吃了，到佛门混一口饭吃，是，啊，这个就不好了啊啊，所以谈资格和条件呢啊，他这个说他很高，他的资格条件会很高；说他低，也没有什么条件啊。当然是年龄也不要太大啊。如果你这个啊到了50岁、60岁，还最好就不要出家了啊。这个受戒的时候，这些隐理师对这个中年以上出家的是常常要狠狠相板伺候的，他因为这看不惯他，说你好啊，你在世间五欲六尘享够了就来出家，想做老和尚，把你往死里打啊。那么佛陀在世上也不赞成年老的出家，年老出家就好像甘蔗啊被榨了，榨了以后就没有味啊。所以啊，这里你自己揣摩啊。哦，到时间了，阿弥陀佛。